暑假到了，真侪家长拢会趁着假日带小朋友出去佚佗。伫云林八哥山一间恐龙农园业者，嘛伫即个时间推出新的设施以及优惠的方案，互乡亲会当以上优惠的介绍，享受到上侪服务。热天到了，耍水已经成为小朋友上爱的活动之一。云林八哥山一间恐龙农园的业者，为了吸引游客，特别伫园区内底新增了水池、沙池、甲花草区等等设施，提供予亲子互动的空间。我们百果山探索乐园占地8000坪，将近40只的仿真恐龙，可以满足小朋友的好奇心。另外，我们在暑假期间也有增加了水池、考古以及我们的滑草区，让大朋友小朋友可以利用这样子的空间做一个互动的游戏。那么我们水池也有配置救生员，让小朋友可以在这边安全是无余力的。那门沙池也是有经过检验的，所以小朋友可以安心的使用。滑草区也是一样。对这些设施家长拢真满意，小朋友大家拢真介意，很好玩啊！昨天也带来玩，今天也带来玩，连续2天我都来这边玩这样子啊！哦，小孩子玩得很高兴这样子，因为来这边有戏水区可以让小朋友玩水，而且还很多恐龙的那个造型的模具的设施，小朋友觉得就是新奇好玩这样子。然后来这边小朋友可以就是消耗体力，不会一直待在里面玩平板，然后这样子对小朋友的身体也很健康。除了新增设施以外，业者也推出专票买一送一的优惠方案，并且也特别跟本公司新增所谓优线电视公司合作，凭着新增的6费单，就能享受做伙去的人拢有100块立方的优惠，而且佫送每一个人一张的体验券。我们在暑假的期间到9月10号为止的话，就是买全票的话买一赠一，强调是买一赠一哦。那另外我们有跟新张数位有线电视配合，那么只要持我们新张数位有线电视的收费单的话，以及同行者都是只有100元就可以入园，而且还有加发我们一张体验券。欢迎各位朋友趁这个时间多多的把握这个机会，我们买一赠一活动只有到9月10号为止哦。目前专票买一送一的优惠直到9月10号，新增客户优待服是无限制，欢迎有兴趣的乡亲多加利用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，云林采访报道。